亚腰。亚腰是古老咏春拳入门训练的最重要对拆法，通过亚腰训练可以掌握在激烈对抗中保持平衡并控制对手的能力，并增强整力、静力和协调性。亚腰训练入门后可具有防御近身摔法的本能反应，要长期坚持训练。在训练中可以用推、拉、拖、按等方法使对手失去平衡，在发力时应注意保持自身的平衡，例如手前推时身体应有反向的力量以达到互相平衡的效果，向左后方推拉对手时身体应该反向旋转等等。为加强全身更忍耐性和发力时的自身平衡控制力，可以加入揉腰的辅助练习。第三部分，接手训练，螺旋锥形架构防御法。古老咏春拳接手训练的目的主要是增强对以远距离组合式打法为特点的现代搏击术的适应性。首先学习不同方向的防守动作，基本动作掌握后可以进入对抗训练。第一步是定步的防守练习，由慢到快，最后过射到实战速度。第二步应结合真假动作多角度的攻击进一步强化训练。自由圈手训练，自由圈手训练是古老咏春拳独有的训练方法，它可以使拳手的反应速度达到极限，同时培养出最合理最精简的防守技法。训练的第一步，攻击的一方在圈手的过程中以慢速单式的手法攻击防守方，防守方应在感觉对方脱手攻击时立即主动封制对方终结，并向对方中线施加压力，使对方有失重感。第二步，攻击方以突发快速的连续手法攻击对方，防守方应配合身形转动以最直接精简的防守动作进行连续防守。第五部分，策略仿生打斗模式。一、内门叠掌。当对方主动向我发动攻击，我方站位处于对方内侧时，可使用内门叠掌。在对方发起攻击瞬间，以弧形单脚步斜线上马，同时叠掌封制对手双脚手中截，向其右截后方发力使其失重。利用对方试图恢复平衡的本能动作，顺势发动连环攻击，注意攻击同时管制对方翘手的动作，攻击点应落在对方头部及头颈连接部。二、外门叠掌。当对方发动攻击，我方站位处于其外侧时，可使用外门叠掌。在对方发起攻击瞬间，以弧形三角步上马，同时以叠掌封制其右臂终结及根结，向其左斜后方发力使其失重，然后利用对方试图恢复平衡的本能动作顺势发动攻击。叠掌是本门高级手法之一，可以单独灵活应用。以下是叠掌的其他用法实例。